帅？还行吧，一般一般，倒数第三。秦小姐姐，我是个主播。啊，你是个主播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志勋。叫人啥呀？嫂子好。嫂子不好啊，嫂子有点胖，不能喊嫂子，兄弟们，改口。你别搞啊，我这叫可爱。你对我们100斤以上的女孩子有偏见啊？确实有点偏见。那你跟我说说你多高？我多高啊？我1.75米。1.75米，你站起来给我看看。我为什么要站起来给你看看？我现在是老板的身份，怎么跟老板说话呢？你这个小姐姐，我听说过。你不要听他们放屁啊，他们偶尔会放屁的。你看他们都说主播1.58米。爷爷下象棋必备指指点点。我错了。房管把那个刷1.58米的给他封一下啊，这个人好像。没事没事，站在椅子上直播不丢人的。这把如果赢了，你能不能喊我石城爸爸？嗯，我操我，你要还有个瓜？你敢不敢？你来指我是吧？敢不敢？我怕我，你看他点了。哎，不是队友点投降，你在笑干啥？你跟队友是一伙的，是不是？你敢不敢打赌？那有啥不敢的？那行吧，那就不要说这么多了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当着柴友。爷们呀，你喊呢？喊慢一点，喊大声一点。是一声吗？十声呢？怎么一声呢？你别糊弄老板啊！刚才有这样说过吗？回忆一下，我稍微……我这一农夫赚钱，给你头给你挡了。喊大一点，喊大声一点，慢一点啊！爸爸，声音太小了，老板耳朵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哦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是你是在那个狗头。哥哥姐姐，给个三连好不好？